天。江江今天准备了七大包马卡龙色的泡沫球，准备来做一份治愈泥。这些泡沫球看起来是不是很像糖果呢？都进来吧，都进来吧。然后呢，加入一份无硼砂的牛奶泥，下面就是治愈的混合时间啦。有点像在游乐园里面玩泡泡球的感觉。哇哦，完美融合！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基本上没有掉渣的。像小鞭炮一样噼里啪啦。这是刚混合之后呢，它玩起来的感觉。那么如果我们把它晾个两三天，等它干了之后呢，它就变成这样子咯。表面非常坚硬，像冰山一样。这个时候呢，如果你拿出一团来拉开它呢，非常像捏碎一块饼干。要不是因为今天楼上太吵，绝对是一份超级完美的异常满足。好了，不跟你们说了，我要去楼上揍他一顿了。记得点赞给我加油哦，拜拜。